摸摸看，然后商品会把厂商会把商品特点讲出来。实际试用更了解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琢磨说，我们在哪一个频道，可以找适合的，然后怎么拍，然后后续的曝光要怎么用，就是差异性啦。第二点，找一个差异性做出来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找一个睡眠不太好的人，对，看一下最近那个长不高，然后最近精神压力比较大，头发一直掉回来，都可以适合睡眠。头发一直掉，常认错人的人，痘痘很多的都可以，然后去找他来就是睡这个枕头。你们哦，对，我们来现场，对不对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我这样躺上去哦。来了，可以，不会，这个桌子撑得住。等一下哦，八字够重吗？会。这感觉怎么这么奇怪？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怪？你脸红了，感觉怎么奇怪？哎，你要先躺下去，怎么样？你会不会觉得太干？大家过来看。对，怎么样？太会，红不吉利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你躺太高了，脸红疹，这就脸红疹了，你躺上去脸红心跳，脸红红疹，哎，那牙刺来就炸了，不要，他没有拔，没有拔，不是，因为上来感觉真的太奇怪了，真的很奇怪，看着你躺，好像要跟我告别一样，没有，你可以躺过来，中间一点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头。头啊，过去。这样子。有吗？你要放松吗？有。脖子一定要。现在很难放松了。对，是。现在睡着。现在有点多。还有一睡着。哎，现在是舒服的，就是撇除外在因素，撇除了一切，一切是舒服的，舒服的，真的很舒服。而且你真的要体验看，我也要，你真的要体验。我穿裙子，你面对这里，你面对这里，而且背的地方会凉凉的。对啊，这个很舒服。我跟你说，你左转，你右转，你右侧、左侧，其实都是舒服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站好，来啊，这里是不是超奇怪？这是有感觉，对不对？你站着躺，这样子，这样哎，这样很舒服的，我觉得舒服的，舒服的，很像哎，我会想买哎，因为你看你左躺，你右侧、左侧，其实它都 hold 住你的脖子，真的，因为它都有支撑住，就是你不会空空的，对，没错，会悬空，因为这一整的话可能会凹下去或什么，怎么办？我好想要鞠躬哦。我觉得蛮舒服的耶。好，我可以起来了吗？